Don't ask me why, the time has passed us by.有一天，当你老了，你会记得什么？你也许不会记得孙子现在几年级。你还要住吗？我们去走走。不会记得有一年冬天下了雪。回来了。While others used to play， 不记得女儿先叫爸爸还是妈妈。But time has passed us by。 Someone else moved you far away。 Now we are tall。 不记得第一个家在几楼。应该也不会记得2019年。你买了一部很帅的车。但你一定会记得那一年有一个很帅的东西。哎，他会自己开吗？The day I kiss your cheek and you are mine。 那个很帅的东西叫做椅子。从一个念头开始，你走上追求幸福的路程。而我们的任务是将你平安送达目的地。